间歇性断食或者断食的时候，你每天需要多少的碳水才能够生存？那我们经常听到说啊，碳水化合物非常重要啊，我们要从这个碳水化合物当中才能够得到能量。还听到说啊，我们的大脑如果没有了葡萄糖，就不能够正常工作了。啊，这个大脑需要葡萄糖，所以我们需要碳水，因为碳水是转化成葡萄糖的。这种说法对不对呢？那如果这样的讲法是对的，那么我们每天需要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呢？而且在我们这个进行断食期间，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又从哪里来呢？今天我们会一个个击碎这些流言，来告诉你事实的真相。所以，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说："哎呀，你这个断食了之后，大脑就没有能量、没有燃料了，不行的。"啊，你听我讲了后面的道理，你就可以放心的回答他了。好，在我们断食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吃进去任何的碳水，所以也就没有。任何也就等于说也就没有吃进去葡萄糖啊。那么，当我们身体里面的糖原都消耗光了、消耗尽了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这个葡萄糖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好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啊，流传已久的流言，他说这个碳水是首选的燃料。啊，我们这个网上啊、书里面啊，很多地方都说啊，碳水是优先的首选燃料，是身体首先会去使用碳水。因为这种讲法被反复重复了，在许多地方重复了好多遍，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啊，真的就是碳水是首选燃料。但事实真相呢？事实真相不是碳水，并不是我们的首选燃料。我们的身体它具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，你给它什么，它就能够接受什么；你给它什么燃料，它就能够用什么燃料。也就简单的说，就是能有啥吃啥啊，就像那个原始人一样的。所以，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必须要有碳水，那这个讲法就是错的啊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们人类啊，就像那个原始人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原始人哪里来的碳水啊？他们往往只有在夏天或者说秋天的时候，才能从那些果树上啊采一些果子，或者说搞一些那个挖土里面挖那个根啊、茎啊、块啊那些植物挖了才能够吃一点碳水。那很长的时候，比如说，你在一个大冬天，在漫长的冬季，这个原始人你从哪里去搞什么碳水呀？也就只能打一些动物啊，把这个动物啊能够吃一个冬季过冬，大部分是这样的啊。如果啊像某些人说的啊，身体必须要碳水，没有碳水不行，那我想那些原始人到了大冬天全都要饿死了。大冬天的时候啊，一片都是雪，啊，那个植物什么的早就已经不长了啊，也没有拿树上也没有果子了，哪里去吃碳水？啊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。你在有碳水的时候，在夏天、秋天，那吃碳水身体可以接受；在冬天或者某些地区根本就没有碳水的，你就光吃这个肉啊，动物的肉，那个身体也能接受。所以叫做有啥吃啥，就像那个原始人一样的。然后这个身体碳水也不是它的首选燃料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说碳水是首选燃料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其实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会首先去燃烧碳水，并不是我们的身体会首先燃烧碳水，而是我们的身体，它是需要首先去处理碳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碳水所转化变成了这个
血糖它对人的这个大脑和对身体组织是有毒性的，这个血糖太高对身体组织对大脑各方面都是有毒性的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必须先要把这个碳水处理掉，先要去处理它，以免呢让这个毒性在身体里面发展的太严重。所以呢，处理这个碳水呢，就是把它变成葡萄糖，然后葡萄糖再把它变成这个脂肪啊存储起来，这样子就可以把身体里面这个血糖给降下来，不要让血糖那么高，因为血糖太高对身体是有毒性的。所以身体遇到碳水来了，我先把碳水给解决掉，以免这个碳水啊导致了这个血糖太高，对身体产生毒害和破坏作用。啊，大家可能经常听说啊，得了糖尿病的人，他就是因为血糖高嘛，他得了糖尿病，然后他常常会导致失明啊，眼睛瞎掉啊，有的是肾脏会坏掉，还有的是人的这个神经啊，身体里面的神经会出问题，甚至最后要把这个截肢啊，把手截掉，把腿截掉，腿截断掉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啊，这个血糖高了之后，它破坏了身体组织，它是具有毒性的。所以呀，我们这个身体，你吃进去了碳水之后，身体会首先需要把这个碳水、葡萄糖、血糖这个东西先要处理掉。啊，它不是说它主动的去优选，并不是碳水是优选燃料，它是没有办法。这个碳水血糖会产生毒性，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会产生毒性的东西把它处理掉，把它变成脂肪啊，或者把它花掉，把它用掉，这样子就让这个毒性降下来。这是身体遇到了碳水它不得不这样做的办法，但是没办法，否则会产生毒性啊。所以身体不是这个碳水不是首选燃料，不是要首先去燃烧这个碳水，而是把它要转化，把它转化成糖原啊，然后再转化成这个脂肪，先要把它给处理掉，解决掉，因为它是个问题，它是个麻烦。好，第二个留言说碳水是必须的啊，因为我们的大脑需要这个葡萄糖，所以这个碳水就必须的，它能够这个提供能量。好，那么什么是必须？必须就是说你的这个身体不能自己产生这个物质，你必须要吃这个物质，如果你不吃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死啊，这就是必须的。那比如说我们举两个例子啊，这个碳水它不是必须的啊，有什么是必须的呢？比如说必须氨基酸啊，身体里面有一些氨基酸它是必须的啊，有些氨基酸身体是不能自己产生的，它必须从食物里面摄入，所以叫做必须氨基酸，以及还有叫必须脂肪酸啊，这个是必须的。这个氨基酸啊，氨基酸它就是组成蛋白质的这个一个各种各样的二十几种啊，这个氨基酸它是组成这个蛋白质的。那么这个东西你必须是要经常的要去吃这个东西，如果身体里面缺少了这个氨基酸，身体就不能够合成蛋白质，那你就有可能会死亡，那这才是必须的。但是据我们所知啊，必须氨基酸、必须脂肪酸这是有的，但是没有一个叫必须的碳水啊，没有这个叫没有必须的碳水啊。如果你认为我讲错了啊，或者你有其他的资料证明啊是有必须碳水的，那我欢迎你啊，你把你的资料啊、链接啊、文章啊发给我啊，我会非常高兴啊。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必须的碳水这么个说法的。好，第三个留言说大脑是只能使用葡萄糖啊，这个大脑啊是必须要有这个葡萄糖来工作，这个是对的。而且呢，这个大脑呢，它在使用的这个能量的种类上面也是有很多的限制，它不像身体的其他部分可以使用各种能量，因为大脑呢，它有一个脑血屏障，有这个脑血屏障呢，它是
因为有这个脑血屏障，所以一些蛋白质啊，还有那些脂肪酸啊，它是不能够穿过这个脑血屏障进入到大脑里面去的。所以呢，大脑它可以使用的这个能量的来源，它的种类呢，确实是受到限制的，种类选择的比较少。但是，葡萄糖不是大脑的唯一的能量来源。当人这个碳水受到限制，碳水受到限制的时候，人的身体就会切换到一个去使用脂肪的这个模式啊。燃烧身体里面的脂肪去，碳水吃的少，它就会切换成使用脂肪这个模式啊。使用脂肪这个模式，它会通过这个身体的代谢，身体的代谢它会产生叫酮体，这也就是那个生酮饮食里面经常讲到的一个叫酮体啊。所以如果你是选用这个生酮饮食啊，或者人的身体进入到一种生酮的状态啊，再或者你是在这个断食期间啊，那你的身体会去切换到这个使用脂肪的模式啊，它就会身体会通过酮体来供应能量啊，会产生酮体，会通过酮体来供应能量。然后在这种状态下呢啊，大脑75%的能量是由这个酮体提供的，可以来自酮体。所以呢，前面这个讲的啊，葡萄糖确实是大脑需要的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啊跟这个酮体混合着啊，这个碳水它可以只提供剩下来的25%的能量，然后有75%的能量呢，由这个酮体来提供，然后碳水呢只提供啊剩余的这个25%的能量，它可以这样子混合的使用。而且呢，还有研究表明，当这个大脑它是处在一种这个碳水和酮体混合供应能量的时候呢，那你这个大脑的工作效率，大脑的表现啊，它是更棒更棒，也就是你它的这个思维啊、记忆啊，各方面都是更棒的啊，比这个全都依靠碳水来供应能量的这个表现更好。好，我们呢把这些个留言呢大概的都讲了一下啊，那么我们这些讲的东西呢，你可以到网上去查、去验证、去检验，也可以到这个医学的这个生物学的这个教科书里面去印证，看我们这个讲的是不是对啊，你会发现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没有什么疑问的，是因为事实它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么我们的大脑它到底需要多少的这个碳水呢？因为我们讲过了，这个大脑它是需要一些碳水，需要一些葡萄糖，需要一些碳水的，那么是多少呢？到底这个大脑它只占到你的全身体重的2%，但是它却要花掉你所有的能量的20%，也就是要花掉大约20%的卡路里。好，那我们就假设你这一天要身体需要这是2000卡的这个卡路里的热量，我们就用个整数比较好算一点啊。那么20%乘以这个2000卡，那么就等于是400卡。也就是说，你每天你的大脑需要400卡路里的这个热量。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啊，这个有25%。必须是要碳水的，那么这个400卡的热量里面有25%必须是葡萄糖，那么也就是乘一乘算下来就是100卡必须是葡萄糖，也就是碳水功能。好，然后呢，一克葡萄糖能够产生四个卡路里，一克葡萄糖产生四个卡路里，所以100个卡路里呢，就是需要25克葡萄糖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得到了，我们每天大概需要的大脑必须的是需要25克的这个葡萄糖，
啊，那么根据不同的这个蔬菜、植物、东西不同，它的葡萄糖含量呢有高有低。那么葡萄糖含量比较多的，那你吃个25克、30克也就够了。葡萄糖这个含量比较少的，里面或者其他的东西比较多的，那么你再相应的多吃一点就可以了。那比如像这个土豆啊，这个红薯啊，它里面大部分一整个全都是淀粉啊，大概也就基本上也都是淀粉啊，它最后也基本上稠也都是会变成葡萄糖，所以的大概也就25克、30克也就够了。那如果你是吃的是那个绿叶菜啊，那种就是或者那种不易消化的那种绿叶菜啊，什么芹菜啊、水芹啊这些，那可能里面的葡萄糖肯定就比较少啊。那个你计算的时候自己心里有数。好，讲到这里呢，差不多要做一个总结了，因为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一个新人啊。啊，讲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啊，我这个已经擦掉了，已经把你的脑子已经装得有点满满的了，那可以了啊，不要再往下听了，因为接下来呢，其实我们才讲了一半啊，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个更深入的一层，更加复杂、更加搞脑子的啊，一个比较高阶的，还是继续讲这个碳水。继续高阶的要讲什么呢？就是讲这个25克的碳水，其实也可以不用从食物里面每天摄取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啊，在以前你以前肯定也吃过碳水，还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，那么你这个碳水被消耗了之后呢，你这个身体还有一些功能可以把你这个碳。重新把其他不是碳水的东西再变成碳水，再在你的身体里面循环利用啊，这个叫糖自异生或者叫糖自新生，它可以重新产生葡萄糖。那么这个呢，后面如果你是新人的话，那么后面你可以一下子消化不了这么多，那么你差不多到这里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后面这个更加高阶的、更加深层的这个内容呢，放到第二节来讲。啊，以免一下子讲的太多，会把你脑子搞混掉啊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到这里我们就是第一集就结束。第二集啊，如果你是达人啊，觉得这些东西很轻松的就接受了，你还想要继续深挖的话，那你欢迎收看我们的这个第二集，继续深入的讲啊，这个身体是怎么自己产生葡萄糖。啊，从其他不是葡萄糖的东西里面去产生葡萄糖，然后去提供给身体需要。啊，好，这那么我们第一集就到这里啊。想要继续深入的，可以看我们第二集。好，觉得已经差不多脑子已经装满了，那就到这里吧。好，再见。